1936年9月，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莫特莱从上海前往临潼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养病。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写道：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打手们横行霸道、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那年十月，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陕北苏区返回西安时，史莫特莱赶去与他会面。斯诺回北平后，整理陕北苏区见闻，写成了影响巨大的《西行漫记》。不过，他错过了不久后爆发的西安事变。历史将这次难得的机遇留给了史莫特莱。参加完蒋介石50岁生日庆典后，1936年11月5日，张学良乘飞机从洛阳返回西安。他约杨虎城见面，说起在洛阳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不成，反受羞辱一事，两人愤愤不平。张学良问计与杨虎城，杨虎城思考一会儿后表示，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张学良听后并没有立即回应。《英雄本色》一书中披露了一件重要史实。一天深夜，张学良到叶剑英住处对叶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反问，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我想了好久，这许多天都没有很好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爹打，抓他起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已生出万不得已时扣留蒋介石的念头，只是尚无行动计划。进入1936年下半年，日本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全面施压。11月15日，日军关东军指挥日伪军从察哈尔西部侵入绥远，战火已逼近陕西，西北直接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成为抗战的前哨阵地。在塞外-20多度的严寒中，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所部对来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勇猛的反击。援绥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波及上海、南京、宝安、南宁、太原等城市，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态势。11月24日，绥远前线传来中国军队一举收复军事要地百灵庙，全歼当地日伪军的捷报，这一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中国。绥远抗战的新闻影片在北平及其他各地上映。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金井武夫就记录下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中国人中间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脚，兴高采烈。可就在举国同仇敌忾、
元隋抗日的时候，上海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新闻。11月22日深夜，沈君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位全国救国会领导人因支持日资沙场工人罢工，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舆论界称他们为七君子。张学良曾自掏腰包捐助过日资沙场的罢工工人，对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他非常敬重。他曾谈到张乃器对他的影响，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儿也不出。七君子爱国救国，却被逮捕，张学良异常愤怒，他致电蒋介石请求释放七君子。他还申请率东北军去绥远前线抗日，但蒋介石冷漠地拒绝了。准备举国抗日，还是继续剿共？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1936年冬，他一方面派国民党中央军一部赶赴绥远增援，以应付全国的抗日舆论，同时调集30多万重兵前往陕甘地区，准备彻底消灭长征胜利会师不久的主力红军。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是进攻陕甘苏区的急先锋，毛泽东等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寻找战机，教训一下胡宗南。从11月24号开始，红军整个的战略中心在河东打胡宗南。那么毛泽东把这个前线的指挥大权全部的托给了彭德怀。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陆续向甘肃环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取得歼敌一个多旅的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一仗虽然打的是胡宗南，打的是某种意义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与西北军是在抗日了你不是天天叫要围剿红军吗？那你自己去打，你的嫡系部队都让红军给打了，所以实际上是抗日了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个胡宗南挨打之时就是蒋介石和张杨摊牌之日。12月1日，毛泽东等致书蒋介石，敦促他放弃剿共。电文写道：“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需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12月2日，张学良乘飞机到洛阳，直奔蒋介石的住处，提出了3点意见：第一，要求参加绥远抗战；
第二，表明东北军的心声，打日本可以，打内战不干。第三，要求尽快释放七君子。蒋介石的回复很强硬，第一，你是军人，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要专心剿共。第二，你不去剿共，就调开你的军队，改组你的东北军。意识到张学良无意剿共，东北军军心不稳，蒋介石决定亲自到陕西坐镇，部署剿共事宜。这一次，蒋介石将遭遇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窘境。华清池迎宾馆，史沫特莱对这处疗养地非常喜爱，却不得不离开，因为蒋介石即将进驻此处。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张学良随行，杨虎城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赶来迎接。蒋介石正调动大军向潼关集结，50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待命。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云集西安，摆出一副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紧急商量阻止蒋介石继续进行内战的办法。张学良决定再劝蒋一次，蒋再不听，先礼后兵，也算对得起他。这天晚上，张学良赶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言，目前共产党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意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说到动情处，张学良流下了眼泪。两人争论很久，蒋介石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并表示剿共的政策不能改变，劝谏毫无效果。蒋介石更明确表示，要不张扬部队到前线剿共，要不调离陕甘，让国民党中央军去剿共。张学良后来说，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赵寿山，17路军17师51旅旅长，他回忆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做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17路军负责，只是具体时间没有确定。那段时间里，蒋介石时常单独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令张学良、杨虎城更加心生疑虑。张学良采取了第一步措施，为了侦查蒋介石的行动，从即日起由张公馆的总机监控蒋介石的所有电话联系。西京招待所位于西安市西四路口处。8日晚，陈诚在此参加杨虎城的宴请，东北军刘汉东师长向他密告东北军有异动的迹象。第二天一早，陈诚赶到临潼报告，蒋介石不以为然，他认为汉卿在东北军中很有威信，只要他不反，东北军就不会反，东北军不反，17路军自然
不敢反。1936年12月9日，是129运动周年纪念日，北平等地的学生集会纪念。西安这一天的纪念活动更显悲壮。9日晨6时，学生打着救国会的旗帜到南院门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陕西省政府、新城大楼等处请愿。那时西安人口只有20万，参加游行的就有10000多人。当时17路军特务营沿途在两边紧贴游行队伍前进，将宪兵和警察隔在外层，但冲突还是发生了。军警开枪伤了一位东北学生，愤怒的人群改道向临潼华清池方向前进。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乘车在灞桥附近的东十里铺赶上了游行队伍。学生一看张学良到来，就呼口号啊，说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喊着口号。张学良就在群众的热烈的口号声中下了汽车，站在土坡上高声的学生说：“还是请大家回去吧，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带你们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次就有一个学生冲到张学良面前，对张学良说：“说张将军，东北已经沦陷5年了，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前进吧。”说罢，这个同学放声大哭。这时候张学良啊，也被群众这种热烈的救国场面所感动。张学良答应在1星期内用事实回答学生们的要求。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准备于12月12日下达对红军的总攻击令，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蒋介石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局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的问题。第二天，张学良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告知他国共的多次秘密谈判因为蒋介石的傲慢与侮辱性的态度而无法继续的实情。两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彼方如有诚意，需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否则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11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经历了决心、犹豫、再决心，张学良、杨虎城终于决定在蒋介石总攻命令正式发布之前采取行动，阻止剿共内战的继续。为准备叩蒋，12月10日，张学良请蒋介石接见东北军骑兵师长白凤祥和团长刘桂武并训话。这两个人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首先是武艺高强，绿林出身，胆大心细，对吧？但是华清池不清楚啊，蒋介石不清楚啊，做这个人他得知道长什么样啊，可能原来看到的可能是报纸或者杂志他看到的，
不是真神吗？没真神没见着吗？所以张学良说，你们要认知这个人啊，他到底长什么样，整个的华清池的情况你们都要了解啊，以防止这个啊任何的疏漏的发生啊。这是张学良比较心细的。那天晚上，张学良亲自驾车来到杨虎城的新城官邸。杨虎城认为扣奖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谈至深夜一时，张学良才离去。双方对于扣奖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决定于12月12日拂晓行动。12月11日上午，张学良通知白凤祥、刘桂武、刘多全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指派了执行扣奖人员。105师师长刘多全负责这次非常行动。105师作为张学良的卫队师，下辖3个旅，有20000多人。蒋介石的居所一带本来由刘多全部负责护卫。行动开始后，刘多全将变换角色，成为扣奖的前方总指挥。扣奖执行人是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明九。卫队二营官兵全副武装开往灞桥，住在镇中一所小学校里，全体合衣抱枪而睡，随时准备行动。西安的气氛变得异样的紧张。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络人刘鼎虽在张公馆却不知情，但他感到了周围气氛的异常。12月11日，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全西北蒋张对立已成不可掩饰的事实。同日，在报告蒋介石布置剿共情形的电报中提到，张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已处在恐怖的气氛中。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动声色在新城大楼举行晚宴，招待南京来的军政要员。期间，蒋介石突然召见张学良，此时已经是行动前夕。在蒋介石后来补写的日记中称，前来的张学良当时行色匆忙，精神恍惚。等张学良离开临潼时，已是夜色深沉，寒意逼人。晚宴结束，杨虎城召集孙玉如、赵寿山、李兴忠、孔从周、王菊仁等宣布兵谏计划，进行布置。杨将军已经在里面叫了寿山，快点进来。因为杨将军那个房子是他一个里间一个外间，王巨仁跟孔将军在外间呢。这样的话，杨虎城将军就直接点名，把赵将军叫到里屋去了。赵将军就问是这么晚了有啥事情，杨将军说：“你不是成天吵好的要干吗？啊，今天晚上就行动，啊，部队由你指挥，啊。”赵将军听了这以后，他终于明白了，啊，说今天晚上这一场，这个兵变就要开始了。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负责率部解除忠于蒋介石的宪兵第二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常驻陕西省政府的宪兵连的武装，控制飞机场。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士兵负责抓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总指挥部设于新城大楼。孔从周负责城圈以内那些警察局的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了一些，包括一些特务武装，还有一些重要的机关单位，就是抓捕这些人、手交这些人的武器。这个赵寿山作为行动的一个总指挥，
我父亲和这个谁杨虎城就留在这个黄楼，就留在绥靖公署这个指挥部，掌握全盘。晚10时左右，杨虎城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与孔从周、宋文梅对过了表，焦急地等候张学良前来。事先已约定，晚12时张学良来后，各部队才能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金家巷张公馆里，张学良主持秘密会议，他向手下将领宣布扣蒋行动开始。对扣押蒋介石，他还打了个比方，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晚12时，张学良带领10几名高级将领，分成几辆小轿车，来到新城大楼。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攸关中国命运的夜晚。张学良、杨虎城整夜守在新城大楼，共同指挥扣蒋行动。两位将军的名字从此将载入史册，张杨的个人命运也密不可分。各部队开始准备，东北军学兵队也接到了待命的消息。1936年的12月11日晚上，就是通知学兵队的成员，晚上呢不准睡觉，也不准脱衣服，然后呢，到了十就待命嘛，到了12时，然后就问这里边的学员中谁会，这个开这个轻机枪，我父亲就说我是轻机枪射手，这当即呢就发给了我父亲，一部捷克式的轻机枪，然后呢就在这个东城门外东边用大米叠成的那个掩体作为这个机枪掩护，然后就守候在这里。当时我父亲呢就看到了这个杨虎城的部队，杨虎城的部队的装甲车、汽车来回巡逻，在这期间呢就是变换了3次口令。12月12日凌晨约5时许，东北军与17路军的军事行动同时开始。西郊机场、火车站、邮电局迅速被杨虎城的士兵控制，西京招待所成为城内抓捕行动的重点。据西京招待所1936年12月10日的登记，这一天客房满员，住有中央大员14人，包括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陕甘绥宁4省边区总指挥卫立煌等，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包围西京招待所，南京大员们的卫士很快被解除武装。西安城内最难啃的骨头是临近火车站的金库，敌方在坚固的建筑物里死守，孔从周旅长亲自去指挥战斗。他到那以后的话，那些人马上就给他报告，他说我们准备的话了，要用2个炮弹把它轰一下，不整个就炸了吧，还存在啥了，人也死了都没了吧，是不是。我爸爸跟他们讲，他部下讲说不能这样，他说你要这样的话一爆炸火车站不就乱了，有些那个建筑也坏了，老百姓也受了很大的骚扰吧，是不是啊。我爸说咱想个办法，我爸说这样，然后炮弹就在那个房子顶上先吓唬吓唬他们似的哈，结果一吓唬他们全投降了，人家就投降了。到8时，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新城大楼指挥部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关心的是蒋介石的下落。捉蒋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啊，
蒋介石不能出现意外死亡，啊，然后你西安的局势要得到掌控，不能出现啊出现内乱，啊，那么我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最重要，最重要，因为他要是要逼蒋抗日嘛，是吧？蒋死了还逼什么？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卫队二营一部到达华清池，开始进攻。蒋介石的卫士进行抵抗。5时半，受惊的蒋介在两名侍卫官及一名随从的帮助下从后窗爬出，跌入墙外深沟中，腰部受伤。身着单衣的他在寒冷中登上后山逃生。天大亮时，105师师长刘多全从临潼向张学良报告说，华清池已经完全占领了，只是还没找到蒋介石。张学良放下听筒不语，大家相对愕然。说蒋介石跑了吗？没有逮住吗？有两个将军很紧张的，赵将军在后面跟着呢，因为他是这个城内总指挥，他是跟着的。说两个将军很紧张，他亲眼听到张学良在电话上骂那个是白凤祥嘛谁？啊，说是如果蒋委员长有何闪失，你提头来见。所以他们初衷也不是说是想杀害蒋介石。到8时30分，在距武监厅东北面约500公尺的半山腰中，发现了蒋介石的随从蒋孝镇。在离他20-30步处一块虎斑石的石缝中，找到了蒋介石。孙明九后来回忆，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刘多全来电话报告，蒋介石已经找到。此时新城指挥部里的空气才一下子缓和下来。9时30分，蒋介石被押送到新城大楼。他从前门17路军总部交际处门口下车，步行走向大楼，但行走困难，还是来了两个人把他扶进新城大楼。张扬的智囊、高崇明、杜宾成、卢广济、申伯纯等在为怎么称呼这次行动而煞费苦心。有人主张叫1212革命运动，有人主张叫12抗日革命运动。时间又刻不容缓，当高崇民说到兵谏二字时，大家都觉得合适。我父亲呢，当时呢就给张学良呢春秋战国楚文王的大臣给他御权兵谏这么个历史典故，那么一个故事。哦，那少帅一听明白了，好，对外宣传就叫兵谏，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张浓缩成8项政纲：1，改组现在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方面
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担任正副委员长。张学良小杨虎城7岁，两人的家庭背景、个性与阅历截然不同，他们能够紧密合作，联手发动西安事变，出乎蒋介石的想象。1956年12月25日，已谪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事变最出人意料之外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节者，则为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对蒋介石而言，当是平生最为惊恐的一天。这一天对中国来说，则是全国抗战前途命运攸关的